你们在吵什么？不让人睡觉啊？竞犬养殖场有人说你暗恋童瑶，明明是说我们苟合了。不啊，楼主妹子说了，从你的眼神能看出来你暗恋童瑶。童瑶在看比赛，你在偷看她。嗯嗯。对啊，我暗恋她。啊！无聊。 啊！哦，哎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也没人真说你们在一起了。哎，我的猫猫已经无药可救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你脑子出去换一换吧。啊？哎。 中间那个是吗？没事。小讨厌，好萌啊！以前在游乐园被各种夹娃娃机坑时，我就在想。 等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能干男朋友，就回来把他们全部都夹到倒闭。你做到了？是吗？有一个能干的男朋友，哪家游乐场去买票？我去把他们弄倒闭。东京迪士尼乐园。哎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那个快递盒子里面还有蟑螂，刀片和死老鼠才是标配。 他们换成蟑螂，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多嘴说过，我怕蟑螂。我怎么不说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啊？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还说那么多？那是疼的，你都快把整瓶酒精洒在我手上了，你知道有多疼吗？没有我心疼。我再不过来，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终身大事都要自己做决定了？你连问都不问一句，我和你爸。再说了，你谈恋爱，我来看看都不行啊！啊，童瑶，嗯，你觉得他这么做合适吗？妈，我喜欢他，这件事情谁都改变不了。 是，你喜欢谁，你要和谁在一起，的确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用征求我们大人的意见。不过呢，我看网上这情形，你们俩在一起的路，注定会很坎坷的。妈，您不用担心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他一起面对。 踮起脚在超市藏水的时候特别可爱，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可爱，被阿泰的玉藻前打败了，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哭了一晚上，冰淇淋了一晚上式神的时候可爱，赢了比赛不知天高地厚，而且没礼貌的对着杨晨说骚话的时候可爱，solo赛里赢了我的时候嚣张的样子更可爱。我就随便问问，我还能再说好多条。 你留着去教堂跟你们的主婚人说吧，啊，你不想听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俩到哪一步了？就
有你看到那样，没有其他的了。你还想问什么？全都告诉你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俩让我安静会儿。去去去，你们先走，走得远远的。对了，我那个喷雾用完了，我要去买喷雾了。不行，以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，我去帮你们。我给你当了2年的辅助，你连只洗面奶都没给我买。